同学想问，床边的床头柜，如果只放一个的话，会不会夫妻不和啊？有这个说法啦？应该没有，夫妻合不合并不是因为床头柜的问题，而是床哦，睡的位置问题，男左女右床一睡的定要位，的，男左女右，哦。你要是去睡，过去说睡坤道，坤就是乾坤的坤呐，就是女方的一个位置，坤一个是乾，明白了吗？乾坤颠倒，你家里就是不停的闹矛盾的，闹意见的，人家说乾坤颠倒，灾害就到，就是这样。所以睡觉的时候，男人一定要睡左面，女人一定要睡右面，没办法。明白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傅开示。